在这边先增加一个一样开启 Visual Basic 里面的话呢，我们一样在这边插入一个月考的 Sub， 所以插入程序的地方呢，输入那个 Sub， 打上月考按确定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一样啊，反正以后写那个 VBA 的固定的 SOP 嘛，反正你就先看一下你要输出的范围在哪里。我的范围要输出的范围是在那个我的 I 栏，那我的那个列在哪一列呢？第13列到第27列，所以27呢也可以利用刚刚的方法，反正用侦测的，然后你只要指向比如说游标放哪一个座号的 A13 向下追踪所以那这部分可能你要稍微记一下啦，但你不用死背啦，以后习惯上点一下 AND 刮弧 XL 弹嘛，把它抓到 RO 就可以了。然后呢做什么事呢？帮我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？ Sales I 列的 I 栏有没有所以这边的 I 列先打再一个 I 栏然后呢等于什么呢？如果抓固定的位置，习惯上会用 range 所以这边有没有早上讲过的，如果你是比例上那我用 range， 为什么？因为基本上那个位置不会变动那我们用 range 来表达比较好表示，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 sales 啦，这个地方的 sales OK， 只是相对起 range 这个地方用 range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。OK， 那我的习惯，这是强调我的习惯。不过我建议你可以慢慢就固定的这种表达方式，然后乘上哪一个会变动的，下面这个会变动，因为呢它的列号会变动，所以你用 sales I 列的第一栏，然后加上什么呢 ？range 的这个是111，把它抓过来。然后乘上什么呢 ？Sales I 列的一栏 ，OK。然后呢，一样这个 range 的 F11 乘上 Sales 的这个 I 列的 F 栏。那最后的结果呢，帮我输出到这边 ，OK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做完之后，把它执行一下 ，OK。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输出结果。当然，输出结果假如说呢。你希望输出结果之后呢，可以怎么样把它做一个格式化比如说格式化成什么，格式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的话其实你可以怎么做呢？要不就是在那个 VBA 里面输出之后呢，在外面包个什么，或者就外面包个 round R-O-U-N-D 刮弧，然后后面的话呢加一个逗点零，逗点零意思是说我要把它取到整数，有没有？应该可以理解这个吧？这个 round 是 VBA 里面的 round 所以你这边打个 VBA 点 round， OK， 这边也有 round， OK， VBA 点实际上在 VBA 的函数库里面会有个 round， 然后里面跑一样嘛，后面加一个逗点零，表示取到整数了再把它丢出去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如果加一个 round 之后的话，我把它输出。这边的话呢就会取到整数了。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老师，可是我不希望，我不要在这边用 round 我希望输出之后呢再帮我格式化。那格式化就像选范围之后，然后怎么样呢，按右键出来格式，格式取为整数。那这个地方呢该怎么做？其实一般如果说你要取到整数，按右键有没有储存了格式，这边呢你可以用什么制定其实你制定输入一个零就可以了。零的话呢，表示取到整数，零表示整数。OK， 按确定，它就取到整数了。可是当然你不可能说按按钮，然后最后再手动一下，感觉好像只有做一半。所以如果说你希望输出之后顺便帮我把格式变成整数的话，这动作要怎么做？其实也是。很简单的只是说这个要了解什么，了解这个 VBA 里面的那个 range 物件里面的一个叫做 number format local 的一个属性。那做法上基本上就是我输出了好了，假设把那个回圈全部跑完，那我再针对某个范围，哪个范围呢？就是 range， 哪个 range 就是我最后输出那个，它应该会是从哪里呢？从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这个 I13
一直到最下面一列这个范围呢，那我就是给它一个 i13 好，然后冒号 i 的多少我不知道，那我可以串接一个什么呢，串接一个 r， 这个 r 的话呢基本上哈、哦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提过向下追踪嘛哈、哦，点那个 number format local， 所以你打一个 n 就可以了， number format local 后面呢等于什么呢，等于双引号补一个零就可以了。那这个零哦，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放在自定你们那个按右键储存格式啊，反正以后你放在那里面的都可以放在这里，那最后结果会看到是一样的。这个 number format local 有点像是按右键储存的格式一模一样哦。啊，不过这个 r 哦，我们现在还没处理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放这边 r 等于什么？这个 r 等于向下追踪啊、哦，这个。这样子，不过、哦、你放这边好像感觉上面也会用到啊，你干脆把放上面算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这边改成什么？这边改成 R 就好了嘛。反正呢，这个地方也可以用它，这个地方也可以用它，哎，这样 OK， 我、哦、应该可以看懂吧？哈、哦，好了之后的话呢，那你可以试试看，哎，会不会自动帮你格式化成那个整数位？哦，理论上应该把这个删掉好了，其实你可以再增加一个清除。然后再去执行 number format local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想要看细节的话，哈，我刚刚讲过，这边可以设定一个中断点，诶，放这边好了。有时候这个挪来挪去啊，好，这边好了，这样看得到哈。好，那我执行啊，这边设个中断点的好处是，我先让它全部输出，它已经是整数了，我把它这边哈，把它改成不是整数好了。诶，这边好了 ，OK， 好，假设它不是整数，那如果说我今天执行这一行，那你会发现哈、哦，这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中断模式了，它会停在这里。那停在这里，意思是说程式还没跑完哦，它会停在这里。主要是说，其实如果说有些地方你程式刚加了，但是你还不确定说这一行呢跑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，我的习惯都会设中断点，然后再配合 F8。哦，最后的话呢，这边中断点配合一个 F8 呢就是让它往下跑了，然后逐行跑。OK， 试一下 F8， 看一下会不会跑。有没有看一下？这边的话有效果出现了嘛？哦，那表示说这个是 OK 的。好，把它全部执行完毕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后面又多增加一个补充了，就是以后如果说你要把什么。把那个范围输出之后自动变成某一个格式的话，那你可以利用什么 number format local 啊，如果说你不知道那个格式啊，其实也没关系，按自定、哦、它也会跳出来，你把那个自定之后的结果贴到那个双引号后面，其实这个格式加上去还蛮好用的。以后如果说你要加格式，不过一样、哦、在那个 sub 可以，在 function 就没有办法、哦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方选部分，一样插入一个方选啊。不过我们早上有讲过哈、哦，就是说如果我希望插入一个方选，哎，这个方选的话，在使用的定义里面出现，会有个月考函数，它会跟我要三个资料，一、二、三，按确定。哎，这个时候的话向下填满。不过哈、哦，这个是第一个三个，哎，跟早上那个还蛮像的。但是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要选三个，可是如果说你希望变成一个的话，那你可以变成什么月考函数的那个范围，有没有拉一下，所以这个怎么写出来的，我想因为早上有讲过类似的，所以我们直接来看，一样是插入一个什么呢，月考函数，刮弧后面给三个东西，再来呢把月考函数放前面等于什么呢，月考一就是使用者给你的第一个成绩，再去乘上画面上面的 D11， 月考2乘上 E11， 月考3乘上 F11， 最后把结果返还到月考函数，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。OK， 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如果说你把它改成月考范围的话，跟早上还蛮像的，那你需要什么，先把那个使用者给你的东西呢，就不是月考123，而是一个月考范围。好，如果你给一个月考范围，然后一样我把这个月考范围丢给 A， 那它会怎么样呢，
里面有三个嘛，所以我把它切割。A 刮胡一之一就是月考一，啊，前次都一样，所以你可以把那个月考函数的程式拿来复制哈、哦，然后月考一之二就是月考二，啊，一之三就月考三，分别乘上你要的结果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哈、哦，哎，返还回来的结果，其实这边哈、哦，差别只是说哈、哦，你会发现按差函数，它如果是一个范围哈、哦，基本上呢会比较方便，一拉就好了。按个确定，那结果理论上应该都是一样的啦。OK， 所以请各位呢试着把那个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哈、哦、分别完成，月考清除，然后再来是月考的制定函数两个哈、哦。那里面的话，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把那个三 quota， 哎，比如说你要把三 quota 公式丢到那个像我们刚刚练习的那个 dative 一样，其实做法一样哦，就是可以再做一个所谓的月考的